嗨，有声音吗？有声音，没有，没声音，没声音，没有，是不是？他们喂，喂，啊，没声音，什么？没声音、欸，没听到声音，你们嘞、欸？哎、欸，我看到你的亮哎、欸，你没有声音。对啊，哎、欸，泽平怎么没声音呢、啊？屁的，泽平讨厌我们。哦、屁的，没有，我们好了啦，没有啦。我那天跟他讲，他没开好了，他好像听不到我们。对啊，他刚才听不到我们讲话。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有了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睡啦，露水片时间到。哦哦，狗叫声，狗叫声、啊，我家狗现在在责怪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欸、所以是房间是巧克力，之前还很小只的那只嘛，对不对？对。哎、欸，我怎么进不去？啊，是不是美区、啊？美区要那个、哦、要北美哦，啊、要北美吗、啊？哦哦哦，北美 ，North America，、那个、对 ，North America，OK，K，、okay、有了，天哪，对呀、哦，进来了哦，今天感觉好像很多人呢、欸，可是喜天不在，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他说 OK 先。哦，什么每次都会有人失踪，然后都是小燕那边的人，有没有？都是小燕，都是小燕那边的人。你怎么来了？他跟他讲说我们要买电脑，所以他就会来了。有应该会，应该会，应该要打、那個、电脑，买电脑的那个电话。耶、yeah, ，好了，我准备买好了。我家狗今天叫好久。那我们要，我们要喜天的电话。跟小燕要他的那个、啊，那你打给小燕。对，刚刚买电脑的电话。小燕说他今天有事啊，所以我看打搅到他，说、哦、明他跟人家在约会，跟茶叶蛋在约会。哦，对，哦、對跟喜天一起去买茶叶蛋。哦，杀回。那我们就先九人啊，九人啊，哎，我们是不是拍拍赞？好，介绍要横的还是直的？都可以，好，我是红色，我改颜色，我喜欢红色。你怎么了、嗯？没有，因为棕色都是好人，我不想当里长了。我是红色，你为什么不当里长伯？下一个小雨，嗨，我是浅蓝色，我是小雨，我想当坏人。我想杀人。好，这个，哦哦。我是小光，我不会当坏人，我想当好人，拜托。有没有御姐？小光，小光，我要当好人，拜托。好，可以，满分。可以，你就这样好不好？拜托。满分，你可以打算这样讲话吗？对啊，你可以一直这样讲话吗？拜托。对啊，我死我死。哎，大家好，我是泽平，看到我这个帽子就知道我今天要来当坏人了啊。嗯，好、我是无产，下一个。嗨嗨，我是酱油，我上一把都没当过坏人，所以我一定是好人。好人，所以如果我是坏人，泽平第一个死，下一个。嗨，我是迪叔，我今天是小天使，我永远都不会是坏人，请不要票我。下一个，本来就票你，天使都很坏。哦。啊，我是繁星，我不想当坏人，怎么大家都想当坏人啊？下一个。哦、大家好，我是紫色的露米，我今天是可爱的小熊，所以一定会保护大家。这两个的逻辑有连贯吗？哎、欸，你没有看那个吗？熊熊拯救世界，哦、熊熊拯救世界。我只想到熊麻吉，还有磊磊兄弟，嗨嗨，我是 BO 六零，我是 Bobo 啦，我是大美女，我今天是当美人的角色。太可以跳他的衣服，不是，是看到尸体就尖叫啊！啊！那以后看到尸体要引用你来，让你尖叫一下。什么鬼？我们今天的设定，因为它都又更新了，所以又只有英文了，好不好？好，就承袭之前的设定啊。但是短任务有减少两个，之前是我们玩都215，现在213。好，然后我们有开一个就是关闭可视任务，所以做任务看不到。然后呢，还开启一个，就是你完成任务呢，上面进度条是不会跑的哦。等到投票完结束的那一天，它才会一次跑完哦。所以你没办法透过看上面的进度条来判断对方是在演还是怎样。OK， 哦，对，就是避免一切的场外这样子。好，那投票出去也不知道它是好还是坏。OK， 好，然后每天可以拍桌一次，但是就是整场全部人都只能拍一次桌，不是每一个人都就只能拍一次。
避免滥用牌桌，好吗？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那是每个人各拍一次啊？没有没有没有，整场全部所有人。以拍桌为快乐。然后我有一个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开启了投票显示啊？因为都英文，我看不太懂。投票显示，投票就是可以知道大家谁投谁。Impossible motion，你是喜欢关掉英文好的？没有，没有，没有，抱歉。完蛋了，这边英文最好应该是繁星吧？好像有关闭，来一把就知道了。感觉英文最好应该是繁星吧？没有吧？现在匿名投票是开的，没有吗？对啊，那个 Impossible，要把它关掉。哦，没想到是 U 以英文最好。看到了，不是我是每个人的投票都会看到。Google 英文最好。Google 好 ，OK。哇，哲平死掉是要到下一天才可以到死亡区，你不要一死就到死亡区，这样场上好好好。对对对，再说一次，死掉怎样？就是你不要一死就到那 DC 到死亡区啊，被发现尸体再下去。对对对，被发现尸体才。那我们也可以不要去死亡区吗？可以啊。也可以啊，但你要关麦啊，你就闭嘴，就闭嘴。你是不是不想跟 Sky 的人聊天？不是啊，我需要大家的那个声音冲个画面嘛。对啊，对啊。好 ，OK。等有第二个人死掉，我们再一起下去这样子。不然我都第一个就可以回来啊，你讨论的时候可以回来，就关麦就好了。不然我都第一个死，我不知道我要干嘛。那就关麦走了。好，拜拜，等等见。Go， 等等见是怎样？哇，泽平将讲一个最大的笑话，我英文最好。哦不，我不想当坏人。哪一张啊？啊、哦，鬼图是不是 ？Bana una na， 哒哒哒哒哒哒哒 ，Bana una na。喂喂喂喂喂！我发现迪苏死在那个要过那个喷喷口的那边。嗯，然后其实我有看到有人跳地道，但是是浅色的，我没有看到是谁。你说地道吗？对，那个他跳最左边那个小地道消毒那个。嗯，消毒那边。嗯，所以。刚消毒里面是我泽平繁星还有一个谁酱油哇是繁星最后来啊我很早就在前面啦你可以问我还有小雨吗因为颜色是亮的我刚刚在那个一开始的那边往下走在通道那边我刚刚谁都没看到因为大家好像一开始在解 最初的那边的任务嘛然后还有就是好像分两团了、啊，一团就是往你直接往下走嘛，然后一团就是在原本那边接任务啊。我是就走到走廊之后就通报了。我这边是看到巧克力在门口，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地方，然后在解任务，然后我再走下去之后，也看到巧克力在这边也在解那种拉线的任务，然后就有人通报了。所以对我可以佐证就是小光那时候往通讯系统走然后我是直直往上然后有看到 Lumi 就是顺着往更衣室那里我才刚解一下、他就马上发现所以应该就主要就是看你们那边到底是谁、因为我走在最前面啦嗯，然后跟泽平算是走在一起的，我可以保 U 以，其他人我没办法。酱油，你应该可以保我吧？我承受到的跟黏着你耶。泽平、小雨，你们还有第三个人可以保你们两个吗？我离那边很远呢，就我们两个就走最前面 啊。然后后来酱油先跟上来，然后繁星再跟上来啊。嗯，就是我们在消毒口那边等开门。我觉得酱油跟繁星什么问题？什么？我跟酱油。对，你跟酱油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我是跟着小雨还有 Lumi 走着走着，然后到消毒室以后，然后就到应该是到反应堆吧。还有 Lumi 是不是？我那时候是跟着他们讲，还是 Lumi 自己？啊、没有没有，迪叔跟我在姐外面那边，然后迪叔先过来之后，然后我再过来，然后就看迪叔死了。因为你但我看到你先讲完，先讲完。然后我是看到有一个，因为他头上是一个大物件，然后是浅色，所以我
一直在想是小木剑田色，那就是那只 BO 六零，不是这样子啊？大家不要那么着急的票啊！我按到了，一定投谁啊？那我就报名啊！我对他我就报名，好不好？不要怀疑我。那我跟你讲，还有露露，我们自己也三个。我跟你OK，巧克力，相信我一下，相信我一下。哎，你们好坏哦！你们怎么投他？小雨不投，我觉得怪怪的。小雨，可是我没看给大家，我只乱讲而已。哎，小平听我解释，拜拜。啊！就请问要怎么杀啊？不可能啦，死这么多，小雨看到了，死这么多人啊，我看到的是露米的尸体，对，在那个上面那个叫什么反应炉的那边啊，就是我路过看到巧克力跟酱油往下走，往上走，往左边就看到尸体了。你们两个没有看到吗？哪里啊？我们没完全没看到，在反应堆啊。我们没没有去反应堆，我们是在那个反应堆跟实验室的那个最上面，因为那边解接线的任务没有进去，左右边都没任务。因为酱油也在那边，我觉得他也是在解接线任务。顺便我可以说，因为有点小怀疑我们两个嘛，那我可以说我的任务已经都全完成了，我最后一个接线任务就是在那里，所以就完成。然后呢，在那之前不是有那个呕吐任务吗？啊啊，氧气，氧气，氧气，对，外面氧气，一边是温室，一边好像在发射台那里。温室那边是我解的、啊，你小雨你跟酱油比较慢过来，我那时候就解完往下，所以你们应该有看到。嗯，对，对。刚我觉得有可能是钻地洞过去砍吧。你们任务完成的进度呢？我差一个，我差两个，差一个。可是死了两个人的话，应该迪叔跟小光，应该是只有一鬼了吧？我觉得。迪叔一鬼吗？不一定啊。刚投那个 Bobo
波波就很鬼啊。我就是听露米那样去讲，然后我觉得确实他的身份也蛮奇怪的。我现在在场的其他比起来，我应该最怀疑是繁星了。繁星，你刚刚不是才讲巧克力跟酱油吗？就是最后看他们两个走过来，因为我们那边没看到尸体啊，因为我都没看到繁星啊，我完全没看到繁星。哦、我到繁星我一度有看到他从好像办公室那边出来，对，可是过程也都没有看到，没什么看到他。繁星说说，因为任务跟你们完全不同边啊。嗯，啊，因为好投我，投我，投我。没有啦，因为我就上一轮 Lumi 说就是看到那个通道有人跳出来嘛，然后我们在走到最上面的时候从最下面走下从下面走上来的最后一个是繁星，所以依那个时间线感觉应该是繁星。我跟你讲，你们这么快就投了，来来听我讲听我讲叫做 skip 的。因为第一场我一直想讲啊，你们一直打岔，然后最后一次投票了，我从头到尾贴在酱油旁边跟着他走，他竟然说他看到小雨跟泽平，我说啊，你是马头啊、喔哎？我就在你旁边，我贴着你很近哎、欸。我一直在看前面的、啊。哎、欸，所以你们现在是都投了繁星了是吗？我是怀疑酱油啦。啊，酱油我觉得真的酱油马上跟票哎、欸，我觉得酱油可能也是没有，可是他过程几乎都跟我走在一起。那我这边巧克力走一起啊。对，哎、欸，不是我刚才以为繁星都投。而且温室那边也是我姐的，然后过程也有遇到别人，我是 skip 了。哇靠！因为他怀疑酱油，我只好忍痛投了。因为你们两个是双狼，是吗？输了，输了，输了！哎、欸，没有吧？是吗？哎呀，哎呀是吗？哇，好快啊！怎么怀疑呀？没有啦，我只是做个效果嘛，不然太快了。我要切段落，我要切段落了。我要切段落，马后炮。烂所以烂哎，所以这真的是包包大物件，大物件烂头，我要把它换掉。大物件不要用啊，那个很好辨认，拜托你用它。不要，进马上用眉毛。包包，我必须要说，正常这种发言我应该也不会投了。可是我想说，哎，他这样讲是包包，那就投了，管他的。没有，因为他是包包，你就是因为他是 B O B 包，所以你就会投。包包，你知道吗？每人都不偿命啊。美人，对，我是美人、嗯、哦，这些对，美人都不偿命，你、哦、你懂吗、哦、？OK 哈，这样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我那个整个哇，门关了哇，迪叔自己走进来了啊、哦，我还不杀，对不起自己，Oh my god， 刀了，是你刀的吗？是你刀的，真的。他拿了蹲下去，然后马上露米就出现了。他刀完之后还把刀插在自己头上，还不是他刀的吗？刀子忘记藏起来，难怪被抓到了。气死！任务改恶意，我好，刚刚感觉任务好快就结完了。对，好快，超快。哎、欸，不是啊，你生气了？你刀完之后，每个人怀疑我，你知道吗？没有正理了，我关我屁事哦！你连酱油旁边都很近，其实我没有看到彼此，就是没怎么看到你。哎、欸，我说真的，我真的没看到繁星。你不要去看记录档，我就只看到你一次从那边出来，我就那时候我也说感觉怪怪的，完蛋了，你不能跟酱油了，你说不能跟酱油，没关系，我从头到尾跟着他。反正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怀疑酱油吗？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死啊。哎、欸，那等一下第一个酱油死就投我好不好？好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好来来来了。没有啊，直接死很累，不是啊，不是很累。就这按下去就可以走，对不对？然后这个，哦不，让波波玩久一点。我觉得是仇杀、哦，我觉得是仇杀，我觉得是仇杀。迪叔，你是不是杀了他，然后自己刀？
没有，他先说，尸体在发射台。那你有看到什么吗？我没有看到，我只是想说回去看有没有尸体啊，结果真的有。哎、欸，发射台是哪边啊？最左边，最前面，有地图，嗯。为什么想回去？为什么回去？紧急任务是反应堆、欸，对啊，对啊，为什么不帮忙紧急任务，然后回去？因为结束了。你也太快了吧！我们刚结束你就按了、欸，哎，啊，就回去看，因为我你们在捡那个的时候，我在自助餐厅旁边。那你可以顺，你顺路应该是去反应堆，不是去发射台啊？你是想要端过去吃，是不是？你是不是？哎、欸，你一直踩我巧克力，是不是怪怪的？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跑。我为什么可以踩你？因为我可以说很多，我可以说我们反应堆是小雨跟 Lumi 解完的，嗯，然后我跟我繁星、小光还有泽平，还有泽平，我跟你讲啊，我可以抱巧克力啊，他跟我从头到尾走在一起，嗯。嗯，啊，迪叔，你还敢动我们草吗？啊，那你不是在自助餐厅吗？迪叔，我觉得你这个刀很好，可是你我没有刀，我真的不是。可是你们可以投我，再带走一个人，我愿意先出去。带走谁？带走谁？我不管，红色蓝色随便啊。红色蓝色随便。蓝色两个，我他就从头到尾都待在一起哈。对，而且我跟哲明是蛮快离开发射台那里的。他只是咄咄逼人而已，你要听起来感觉 Bobo 是在发射台逗留比较久，所以被刀死。有人有印象吗？就是比较晚走的，没有，很早就走了，我很早就走。好啊，大家都很早就走啊，盘什么？我一开始是跟那个啊，就是跟你们大家走，然后跟繁星还有那绿色的是酱油，酱油。对，我们刚三个一起走，然后我们就往那个刚刚就看到那个什么，那个是。东西要坏掉，我们不是要去修理嘛？对啊，我们就往那个跟大家一起过去，然后就就没，就是这样。我想怎么都停顿，吓到。有在听你说，对啊，在听你。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过来，然后酱油的位置呢？我一直跟你们走呀。哎、欸，我这场真的是随波逐流，你们走到哪我就走到哪。我只剩迪叔没人保啊。哎、欸，可是不对、欸，哲平，你刚明就在自助餐厅，你没有全程跟巧克力在一起啊。但是他已经跟我走出去，他不可能再回去发射台，再杀完再走回来发那个啊，按爆炸啊。是没错，可是他又不是他又不是那个闪电侠，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保他啊？我可以保他，因为他不可能走回去啊。哎、嗯，四、欸、十秒，路径其中我们过程都有遇到人啊。好啦，不然就让你再活一回合，啊、你乖一点好不好？我是 Skip， 我一直都很乖。然后你刀的人不错啊，你刀的人不错，我没有刀的，刀不错啊，刀不错啊，美女不偿命啊，哈。干杯，干杯。我没看到。我刚画面有，我没看到，是不是？嗯，白痴哦。哪个啊？我在控制室看到露米的尸体。啊、奇怪，不是啊，啊巧克力怎么死了？哎、欸，我刚刚才看到他、欸，然后我在 update， 然后他就死了。你刚刚在哪里看到他？我在那个就是最上面那边的那个最左边那个房间 update， 我看到他，我想说，哎呦，很好哦，先关注一下他，然后他就死了。他应该是反应堆的时候跑出去了，然后被别人杀了，因为我还在那个 update 的那个地方。
你刚才有看到其他人吗？我只有看到，我刚刚看到酱油跟我跟巧克力在最右下角在那边修东西，然后酱油在那边发呆了。等你呀、啊！等我干嘛、啊？你可以去解啊！不要啊！我不想一个人去右边啊！我怕啊！啊，右边巧克力耶！我后面才知道有他在。我跟你讲，要是我早知道有他在，我就不要理你，我就直接走了。现在比较麻烦了，因为一定有双狼啊。我刚看到有人走下来，可是我不记得是谁。迪叔，我刚没有，我刚遇到迪叔，他在要往消毒那边很远。对，我觉得有可能是迪叔杀了巧克力，因为他不爽他很久了。哪有？我没有刀人，是不是因为要踩你？人手太坏了。先盘个位置啊，因为我个人是在那个，你说尸体是在哪边？控制室。控制室是哪边啊？就是那个修电的右边那一间。控制室在哪？哦，修电的右边那一边就是有那个大型的那个，就是很像七龙珠雷达那个、哦。嗨嗨嗨，就是一个。因为我刚刚在那边，我只有看到巧克力，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啊，所以我没办法判到就是上面有谁。你们大家的位置在哪里？我刚刚在那个什么，我们不是结束之后，我在储存室那边有先修电线。然后修完之后，我又往那个办公室去修电脑。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迪叔从控制室出来。然后我们往下走之后，有那个响那个东西坏掉的地方，连狗都听不下去、欸。你确定你讲是对的吗？然后就往控制室的地方去，这样子。所以你说你在修电的那个地方？对，没有，一开始是在储存室那边修电啊，一开始在阳台那个地方修电。然后阳台在哪？我往上走去修办公室那个电脑。然后出来的时候是有看到那个迪叔有刚刚从那个控制室走出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看到迪叔，你看到迪叔很早的时候，我在那个时间就看，对啊，就比较早的时间看到迪叔、嗯。对，可是你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巧克力死掉，所以不会是我。我没有看到，没有那件是露米的尸体。哎、欸，哦是啊，时间好快、啊，对，是露米的。哦，对，时间好快、啊。所以那你们两个都有去控制室啊？那、控制室死人啊？那就你们两个其中一个有鬼啊？你不是也在控制室吗？我在左边。哦。哎哎，谁？同意一下。我投到吗？我投到了。你投谁啊？哇，谁？我不知道，我点点豆豆哎、欸。点点豆豆。那怎么办？等下拍之后把金叔也弄掉。也不用拍啊，就再等一天。啊。Okay、我是好人哎、欸。因为我刚在餐厅啊，他怎么会没看到我？哎，投错就算了，我觉得。左下角，什么东西？这个982。这么晚，这个，哦，
输了。谁？是谁？是谁？我猜迪叔啦。我是好人，你是好人。那最后一个狼是谁？没有，我是被迪叔刀啦。迪叔啊，啊，迪叔啊，我也是被迪叔刀、啊。不是我，真的是迪叔，都已经有画面了，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跟你还要骗我？酱油跟小光，酱油跟小光，哦，难怪在那边发呆晃来晃去，整个寒冤呐、啊！我想说啊，我没有拖到迪叔，不然就不会死了。我们有一个小朋友，迪叔你乖，我们是故意的啊，我们知道你是好人。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情节了，情节了，真的真的，乖，你乖，你乖啊！至少第一天成功把你保下来了。对不对？没有逃你，我已经死掉了。如果之后我先死，那迪叔一定是狼了。我先说，哎，所以 你是被谁打、啊？第一天小光哦，小光。我那时候他走太慢，然后对酱油跟小光都在那里，他就直接被刀走。我本来以为那个酱油会帮我把那个繁星也杀掉，就是第一晚的时候，因为波波跟、啊、一起杀波波跟那个繁星两个人刚好在那边休息，我们两个刚好二二可以直接捅掉、欸。我没看到你杀、欸，我看到你杀，我就直接杀下去了。好恐怖哦！然后你逃过一劫啊！然后露米就是死在小雨脚下，这是我杀的。我杀完以后赶快离开，就没看到。我本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走进来，把露米的死推给、欸、酱油，酱油你杀我、啊！酱油你没有杀我啊！可以杀我、啊！小光杀我啦！你杀我了！你怎样？酱油又杀人了！双面间谍啊！就是、你他杀了你根本就不在乎，你知道吗？他完全不在乎，他杀了他根本不记得我啊！他杀过的话，就是你杀的啊！笑死人了！哎、欸，我是真的没看到小光杀，不然我真的也看下去。杀手要多杀人啊！我吓死，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看到乔妈，然后我们在那边截那个 update， 然后我想说，哎、欸、不错哦，就下一秒他就死了，天人永隔。接着有个接一个任务之后就拜拜。没事，我没有帮你报仇，报仇就是迪叔了。来，关麦，关麦。哦，头痛。哎、欸，你们给不给波波玩游戏啊？哎、欸，波波怎么又死了？来，小雨先说，小雨在哪里？我不知道是橘色还是黄色，我看到他砍人的身影了。那是橘色，橘色。因为迪叔在我们这里啊，那就是繁星了。我会看到他跳我那个跳走，我没有刀了。人是你了，我没有刀了，你真的从嘴巴用舌头把他戳死的。我这边跟迪叔、酱油、露米在温室那附近，四个人，我们附近人都没有看到事情、嗯。我也没看到人，我看到尸体躺下来的那一幕。没有，我什么都没看到。繁星，你是被鲜血染红了你的双眼？没有。繁星，你乖，你去跟法官说吧，你。反过来，那和平也可能可以。屁呀、啊，没有啦。我们四个在那啊，按小雨发现尸体放在桌啊。没有你问露米，他一开始有看到我，就是玩那个反应炉的开始。哦，我没有看到你啊。好啦，哎、欸，我认真哦、喔，我认真讲哦、喔。我刚刚是节目效果。嗯，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啦。是，你这才是节目效果。没有，你要想哦、喔，他们四个走在一起，杀了两个人。没有，那你我们四个上就少，我们这没有啊。那、啊、可能有两个落单啊。啊，好啦，真的不是我啦。那下一就是你啊。没有，真的不是我。
你只能反咬小雨了。嗯，没，要不然就是有一个高端，就是小雨之狼。对啊，没有，我还去追他哎、欸。你还想？没有，我跟你讲，是他想砍我。跟迪叔开灯的，他想砍我，砍不到我，我跑掉了，然后加后给我。不是小雨，他是跟迪叔在一起啊。没有，你们讲话讲太多，我来不及讲嘛。你太慢了啦。他先拍桌，他先讲了。我真的没有杀人吗？就是你，我陪谁？你投一下你觉得最可疑的人吧。好，我觉得他会投我哎、欸，怎么办？完了。原来是你啊，小妈！震动杀人都被看到了，乖乖。我们等下直接拍桌，把巧克力投掉。王贝贝、欸，我在同一个地方了，王贝贝。我的队友不杀人啦！想知道我队友是谁吗？队友是谁？酱油。又是酱油，妈的！不会啊，酱油还是蛮会骗的啦。不会啊，他剩一个人，我看他怎么杀。完蛋了，人还这么多。而且刚刚也是我剩一个人的时候杀两个、欸。酱油你要杀人，酱油你不死。先关灯，关灯，关灯杀，关灯杀。酱、哦、油的血对，哦，酱油的血很太难跑啦。王北北，王北北。王北北，你怎么不让我玩一下游戏啊？王北北，不是就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边，我不砍你砍谁？大家任务这边的任务怎么解这么快啊？我以为你们是好人、欸。那边就是点一下就跑了，不是吗？另外一个是搓一搓就走了啊？你怎么会按那么久？我按很久，反正估计酱油杀不到了，这场要结束了，就要任务要解完了。对啊。王北北，你就不用玩了、啊，酱油，酱油砍呐、啊，砍了钻地道走啊，酱油，对对对对对，他走，他砍他砍，我正好然后被砍门口，好啊，要拍桌了，要拍桌了，要看小贝尸体了，真的真的真的。让我们把任务解完吗？哦，看到了，上去吧。他想砍你。啊哦，怎么都是你发现尸体呀、啊啊？我怎么知道啊？你笑我怎么那么开心？鬼鬼哦，红哎、欸、是红色的肉块吧？好像是。对啊，嗯，红色的。然后在那个我刚刚去反应炉那边解完我最后的任务，然后看到酱油走上去跟我汇合，然后我就往下走，酱油也跟我往下走，然后走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块肉块在那边。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就是酱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可以保露米跟迪叔。我们刚刚在那边开灯，可是我刚刚往上走，我没有看到尸体啊。我跟你讲，就跟法官说吧。你怎么这么气哦？他们你超气耶、欸！怎么可能、啊？他们又哎、欸，再套一句刚刚讲过的话，他们又不是闪电侠，怎么可能跑这么快？对啊，因为他们三个都在开灯的话，他们不可能到那边、嗯，然后你走上来没看到这个事情。你还有什么话说，军人？不是你刚刚贴着迪叔，我觉得你有点诡异。你是想对迪叔做坏坏的事？然后那个啊，因为繁星死掉了，所以依照这个人数算的话，双人已经是死掉一狼，所以才杀这么少。嗯，所以你有什么话说啊？嗯、啊，收息收啊，不收音收死，收收音，你要说什么？为什么就好了？杀他了啦，好不好？好啊，再见。让你解脱了，再见了，酱油。我要等一下、啊，等一下，只要我是狼，你小心点，泽平。再见了，陈永仁。陈永仁，拜拜。这搞不好是你今天的遗言呢。繁星，我对不起你，繁星，太难了，他们都会一起。你很烂呢、欸。一天还是我杀两个人呢、欸。我玩到现在，我蟑螂的次数一根手指头数得来。但是酱油第一天整个洗刷超白的，我刚刚也都超相信他，然后他还就是保护着我，跟我一起做任务，然后走到那里，我就还暗示他，我这边要解一下任务，等我一下哦。他就跑了。对，没办法，刚刚太刚好了，因为其他两个人都在这边修灯啦，没办法。嗯，刚、好最后的位置没办法，刚好那个位置太远了，对，太可恶了。而且其实我们已经尽量没在抱团，但是修灯没办法。对，而且没有，因为你知道第一个修第一次灯的时候，泽平你直接走掉，你没有去往那电灯那里走，我就想说泽平太可疑了，
哎呦，怎么可能？太诡异喽！对啊，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超相信酱油，然后就被刀了，我好难过。演超久，我第一天我就想说，我不要杀人，我要做好人证明。你看吧，你学到教训了吧？太相信他了。我学到教训了，等一下第一个就杀你。不是讲你啊，我是说巧克力啊。我每次都信他，我每次都被酱油骗。不要再相信他了，我跟你讲。等一下，我就第一个杀哲平，对吧？对，之后也要杀你。最毒妇人心啊，已经当了两场了，对不对？你还去相信他？嗯，哇，哲平今天好强哦。我超强，对不对？你说好强还是好强？今天很派，今天好强，今天就是把关吧。今天就你侦探，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哎，你知道为什么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他很早就死。好哎，对啊，因为我之前很早就死了，所以才没有这感觉。练习很久，练习很久，然后有在练习哦。你是关麦的时候都在偷骂我们？没，怎么可能？今天开麦了，我每天都有记录档，你可以去看一下。怎么可能会骂你们？对不对？我不小心都关闭游戏，等我一下。哦，整个游戏都关掉，气到不想玩了啦！你快回来啊！我已经不想跟哲平玩了，所以我按着关闭游戏。对不起啊，你快回来啦！快回来！过来，你赶快把哲平刀一刀啊！没有，我要感谢他现在让我活这么久，你知道吗？不然我以前一场就死了。没有没有，那你要感谢的不是他，你要感谢的是 Bobo。好，谢谢 Bobo。对，现在有 Bobo， 让 Bobo 活下去哦，换你了。没有，没关系，没关系。Bobo 要活下去就要你死。好人都不是命场的。好了，那我也去当个美人好了。我又在同样的地方了，我又是哦，凡希看起来像是好人哦啊。你根本就是坏人雷达哎，我知道跟你一起走好了。接下来你就是坏人了。你就是繁星的超好笑，我还去追他。我想说他刚砍完，我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到底是谁。繁星那时候要砍我，我就啊完蛋。然后看到小雨快点帮我，然后小雨就冲下去抓他。杀人 CD 还没好，我知道你还没好啊，所以我要去看一下。然后你知道杰斯那个，你居然打杀两个人，酱油真的超演的。我也可以第一天也不杀人啊，就是一路好人获胜嘛，对不对？酱油，你刚刚是不是想杀迪叔？没有，其实我根本没看到迪叔在哪，完全没注意到。你每次都不看人在哪里？连锁都看不到人在哪。没有，你知道吗？不是，因为酱油只能杀我，他只杀得到我，但他都不杀我，所以对，我感觉真的要感谢他。我那时候是看到他们三个都走一起，你少来，我关两次灯，你都不砍人。再来了，再来了，冷静好。再讲啦，酱油。哎呀！不是啊，他说什么第一天不杀人，又不是什么狼人杀那个，这第一天不杀人，都不拍桌的哎。好啦，我该死了。关灯，关灯，关不掉。有哎。你家己讲，你坐创啥哈？你家己讲哈？讲啥？你有看到我吗？有人直接跳地道被我看到哦。谁？是谁？你有看到吗？等一下，就这个，就这个了。哪一个？谁啦？讲啦！谁啦？看不到啦！哇，这个怎么干嘛啦 ？U E 啊！啊 ？U E 哦！我又不在那边。有你跳地道？我没有啊。那小雨要讲什么？在哪里跳地道？小雨，我讲一下。那个，我们刚刚不是去修店吗？修店后面。修店之后我往上走，然后往上走之后我就看到那个一半的尸体，然后小雨就跳地道走了。没有啊。哦，他进去了。修店在那边。你没有空去修店？在那个左边那个叫什么？反应堆那边。啊，电缸是谁修的？我有看到哲平在修。所以你们刚刚都没有看到 UE 吗？因为我下去确认任务上来发现有惊叹号，我就上去就看到你在拍那个拍桌了。
我有看到四块啊，我以为是你。对啊，不是我、啊，有可能是泽平。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啊，讲话、啊。你讲话很奇怪，没有，我先问认真的，所以因为刚刚我们是暗的嘛，所以我们应该没有看到其他人，但是我刚刚有看到繁星他们，刚刚有在修电的，就是我跟小光还有你，你这样话很奇怪，你说关灯你看不到其他人，可是你又可以看到其他人，对，不是因为开灯了之后往上走之后看到那个尸体之后，然后Yuri跳地道走啊，所以不是我没有在那边。我们先反过来，我跟那个 Lumi、Bobo 还有酱油在防护罩那附近，对，防护罩那边。对，刚刚灯关的时候，我们三个黏在一起，所以哎、欸，我们四个，三个黏在一起，三个在一起，嗯，对，所以我们应该是铁三角，对啊。那我自己的话，我自己会先相信泽平啊，先投小雨，谢谢我爱你，但是你是重点。假的，没有，因为我看迪叔跟繁星那边怎么说嘛、哦？因为迪叔跟繁星，我要问一下，就是你们刚刚在按的时候，你们有看到小雨吗？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一直躲在他那个上面，所以你们看不到。这样的话，你们基本上是一定会怀疑我的，因为我刚刚就是往我们我是最后让他们说说，对、哦，你先让他们讲吗？没有，就我跟小光是两个一起走去修电嘛，修完之后往下走，然后按 tape 确认一下任务嘛。那、啊、看到就把那个发电后面有两个金滩，然后就往上走，就看到。你脚下有个尸体啊，啊你就拍了啊，啊我不知道他是那个啊，就没看到小雨啊。那迪叔呢？我这一场是在最右边解任务，然后灯关，我就马上过去解了，灯是我开的。嗯，哦，那你这个这样子有点可怕、欸。对啊，因为我被我开场，我被繁星这样讲完之后，我整个就直接完蛋了。不是啊，我只是说，一拍一，嗯。对啊，投一个拍一个。那简单啊 ，skip 就好啦，然后我们再看看他的动向就 OK 啦。啊，所以要投吧？为什么你不敢投一拍一？为什么你要 skip？ 对啊，投一拍一，你说我跟他一起死是不是？对啊，好啊 ，OK， 没问题，反正我先死了，得先死。You have to go die die die！ 兄妹陪葬啦，给我过来，小雨，我才不愿意乱咬我。现在要关麦吗？有想杀人是不是？有想杀人。繁星拍桌，繁星拍桌，不是要拍吗？他不是要拍吗？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确定投小雨。嗯，等一下，这个是不是有小雨在哪里？你没有看到小雨的位置吗？我有看到小雨在桌子旁边，我一直在桌子旁边啊。你知道我是坏人，我干嘛一直在那边呢、啊？我以为你要杀，我以为你要杀酱油啊，我很怕。没有啊，我就一直站在旁边，我很害怕。我这么好人的行为了。那排除我跟酱油还有小雨啊。然后那我先说一下，我跟迪叔有去那个刚通讯系统被破坏嘛，那迪叔有来用，我也有去用。然后刚刚讲完之后，对不对？就是我看小雨酱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歪掉啊，都在桌子旁边等拍桌，可是好像没人要拍。对，我在想到底要不要拍。对啊，因为我一定不可能自己拍啊，我就好，对，你自己拍。对啊，所以。繁星跟巧克力变比较怀疑，比较可疑一点的、欸。巧克力也一直，哎、欸，不是那个谁，繁星也一直在桌边呢、啊。对啊，繁星也在桌边啊。我怎么杀人？对啊，因为巧克力有离开，我那时候有看到波波你在那个啊储藏室那里啊啊，因为我知道你想要往通讯室，我想说一个人去，我就往左边去解任务了。我觉得这不用把小雨票出去了吧？这感觉小雨没有迪叔应该是好的，他有去通讯室要解那个啊，所以是你跟迪叔去解的。对，我跟迪叔去解的。那怎么办？可是我觉得拍出去上一天，我是觉得泽平那个最后讲的比较奇怪，所以特别怀疑他。就是你是好人的话，你不怕一换一啊？因为你都已经肯定，如果你是好人身份，你很肯定另一个是坏人，那跟他一换一，这已经赚了。
那他畏怯了，所以我就觉得反而是他比较可能是坏人。泽平应该是坏的了。然后因为小雨目前都一直站在桌子旁边，那时候他一直站在桌子旁边啊，我觉得他也没要干嘛。如果他真的要刀人的话，还是他想刀人刀不到被我按到。剩下一个，我们赶快把任务完成。没有，我在旁边站了超久哎、欸。啊！我真的，如果我真的是狼，我早就刀了。我是会想投巧克力啦，因为我刚低速是好嘛。然后龙卷风怀疑到我身上，对，因为解过去了。目前就看出来，因为那时候在桌子旁边是我酱油小雨，那通灵师是。对，那繁星我不知道，后面我之后就离开，我就没看到了。那你说有繁星就有繁星嘛？那我之后跟迪叔一起去解通讯室的任务，就是通讯室破坏。一开始一定不能按呢、啊，所以我就是往下面去解任务啊。然后那时候被破坏没办法解任务，我看到你往那边走，所以我就是往左边去走。那也有可能杀就是坏人，用啊票小雨。我啊，我票巧克力，不要票我。我巧克力是好人，我们输了。酱油巧克力，酱油投巧克力。好好好，哇！哎，我怎么不能票 ？OK， 你太慢了吧？那你们再看看。对。等一下，这什么？我找到的尸体，我没看到小雨，完全没看到小雨，我也没看到小雨，没看到小雨。我们刚刚三个走一起，就是小雨了。小雨拜拜拜拜，巧克力对不起，我竟然听了 B O B 的话。你们为什么全部走在一起？你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是有互相遇到，没有走一起。你们为什么？巧克力对不起，巧克力对不起，我听了 B O B 的话。你不要跟他对不起啦，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怀疑我。因为刚刚真的太。小雨怎么一直站在那边？我竟然听进去了！我的天哪、啊！因为卢敏是我刀的啦，都是你的。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哎，抱歉，我太嚣张了，我忘记我自己叫泽平了，我不该跟人家对跳。白痴！你要不要自己说？你对跳可以啊，你为什么要 pass 啊？你贪生怕死，我就觉得因为没有，因为你就是狼，你在那边帮他。我当然帮啊！你抓着这点咬我，结果繁星跳出来做了一个超级无敌铁阵，帮 UE 站好了一个超级铁人位。我只是说，我直接傻眼，我只是看到脚边有尸体嘛。我本来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刀？可是我看到他们没有要拍桌的感觉。因为那通讯系统没破坏，那时候刀不了，那时候拍不了。就是因为旁边只有两个伤，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是要刀人，然后换一个组，还是要怎样？我想说，你应该想要换一个人，然后我就赶快也想换。我犹豫了，后面正常完全是波波凯瑞，好恐怖哦！哪有波波？你又说包了巧克力？我想说，这个波波帮了，就是感觉没有怀疑，然后又忽然间怀疑到我，然后反正又说要骗我，就是啊，波波一个回马咬，他其实是要咬巧克力。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嗯，小雨，你怎么这么明目张胆把我杀死？我想说，哇塞，我等好久，终于有人上来了，赶快跳走！然后就跳的时候，第一次还没跳准，然后就没小心看到你们脚脚。你有看到我？看到你吗？我有啊。我那个状况是，其实我看到的画面是那个我一灯打开，我往上走，看到小雨，小雨，然后啪啪啪就直接捅，我想说下面很多人呢，你就这样捅我吗？没错，你就在上面走过来，好像你要这样捅我吗？我就砍，而且我还赢了，赢了，因为泽平走上来，他一定有见证到那一幕就了。不是小光，你知道吗？我是泽平哎、欸。
哦，对，然后是小光活下去啊！我是哲平，你不要误会哦。没有，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没有，你帮他，你这坏人，就你。我刚刚想说被发现，四人大好，应该没事。哎、欸，我们是不是找一个？尴尬了，没有九人啊，九个人、啊，就开始就是、哦、我们先蒸发了，先蒸发了。他可能去帮别人装电脑，买茶叶蛋了。说的第三角的，来，拜拜，拜拜，拜拜。喵喵喵喵。嗯嗯嗯嗯嗯，没有整天在嚷的了。当肉，我们被杀哦！你是故意落单？你刚氧气是差点死哎、欸！我当狼，我没当狼啦！到底又波波，我还说，可是因为我刚刚都还在聊上一场状况，所以我没注意到谁过来。我是在那个。我从 O2 那边走到领航室，而且两个尸体都在这里。哇！所以你们看看有没有人也记得一开始往右走的人，因为我们就是餐厅往右，然后下来，然后我在 O2 那边解任务。不好意思，我的游戏好像 bug， 我的画面没有跳出那个投票的那个画面。那你现在在哪里？那你在哪？我现在在大厅，然后就是没有跳出那个，就是有人按那个尸体、哦，然后下面只有出现一个那个，就是我们投票那个字啊，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我拍的，然后 Ruby 跟 Bobo 死了，对对对，他们都死在领航室那。OK， 领航室。对，没有人看到谁往右边走吗？我开始往右走的，你们一堆人往右边走，在餐厅在download东西。因为这一定是两个杀手都同时把他们刀了、对啊，我在下面装油，然后往到右下角，所以我是往下走的，然后繁星在修东西，就剩下三个人哦、你往下走，你谁，你跟谁一起往下走？我没有跟谁，没有人往下走，我因为刚刚繁星说大家都往右边走啊，就剩下四个人往右边走。我是在左边的那个急救室，是跟那个迪叔他在那边扫描，然后我用那个鱿鱼跟酱油，所以你跟迪叔往左走是不是？然后我后来那个、他迪那个那天看那个小雨跟酱油呢，你们往哪里走？一开始因为我开始就走到那个、O2 那边啊，那酱油然后我就往下走了，我回马枪回餐厅了。哎、你往右又回餐厅？哎、因为我开始在武器室啊，然后后面我往下走啊。繁星在哪里？我在餐厅 download 东西，然后准备往管理室再修那个啊，再继续 download。你 download 在上面还是下面？两边都有，两边都有。我先在餐厅 download 完之后往管理室，阿、啊、紫我没看到你。不是啊，我回马枪回餐厅啊。哦，我有看到那个、欸，我有看到酱油在下面，就是餐厅的下面、有瞄到一下下，然后因为我现在人刚好正在餐厅的那个上面 download 东西，然后就投票了。所以迪叔可以保小光吗？可以。好啊，那就是就那个啊，就小雨跟酱油啊，因为那边已经有双狼双刀，你都没有好好赶快说。嗯，不是啊，大不是在讲吗？我就听大家讲啊。我觉得这两个可以，他对于任狼，够喜恶啊。我现在不能投票哎、欸，我随便投一个，没关系，画面跟我上次一样。我随便按了，刚刚也是。这样还可以按哦。哇，你可以按哦。他可以按左上角的人。我好像是按自己。对对，你按自己。我按自己，我自己投自己。你还可以投自己。好，干嘛？巧克力
慢慢到哦。嗯，对，还可以继续写任务，好奇。哦，刚刚一开始才降，没错啊。尸体在领航室，然后我记得最后一次的紧急事件。那时候我有看到酱油在餐厅往武器室跑，然后武器室在哪？第一次有第一次的。然后那时候巧克力跟蓝色都还在管理室。我要说，我是往上部发动机跑，上部发动机。对。可是跟我看到的不一样，都是死在领航室啊，那边是不是诅咒？我原本超怀疑繁星的，但是。第二怀疑就是酱油，反正死我就怀疑酱油。我最后是在电力室跟小光在那里，嗯，然后他我任务先解完了，然后我就走到储藏室，你就拍桌了，对，所以我一定走不了那。然后他也是在电力室那里，嗯，对对啊。可是我刚刚是往那个、啊，因为我任务都在左边，然后我刚跟着人，我不管看谁们都往右走，没人要往左走，我就只好自己去了。你那时候看到我应该是我想要跟着你们，可是我任务都在左边，而且我尤其是我电力室超多，嗯嗯，而且第一天的时候这样也是从右边然后回来餐厅，嗯，你还是跟法官说吧，最毒妇人心，因为我刚刚的话位置是往那个上部发动机跟监控室那边，然后我刚解完那个加油的那个任务，所以在上部发动机解完之后，我要往电力室走。刚刚进去的时候就拍桌了，所以我也是在那个位置。等等，你说电力室？哦，你从没有，他从左边走，他从左边走。对，我是左边，哦，左边。对，我是往右。可是我刚刚一直都在电力室，没有看到泽品。我还没进去啊，我还没进去，在外面的时候被拍了。哦，你还没进来，我想说对对对对，上一天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人看到泽品？对，没有人看到我。对，那不然我门票酱油啊，若不是在拍桌子，对啊，可以啊，最毒妇人心啊，其他人都很好啊 ，OK 啊，可以啊，好，没问题，没问题啊，最毒妇人心的，对啊，最毒妇人心啊，没有这样，我绝对不会再相信你了，你每次都欺骗我感情，啊，你去跟法官说吧，是不是你？我太难了，我刚刚看繁星跟你在一起，还想说你要死了，是吗？可是酱油没有杀泽品哎，欸，真的，哇，哦，哎呦。很难，BoBo 是断线啊，哦！我太难了，断线了吗？太难了，哦，你太难了，没有，我在啊。你知道那时候我还看到想说，繁星跟酱油还待着，我想说哇，繁星要把酱油也给刀了，我就回过头去看他们，哎，怎么都还在？因为我一开始也真的是怀疑，就是繁星，如果繁星那边如果是看错是骗人的话，那两个一定会那个，因为我又相信了酱油，还好你把繁星刀了，我就再也不信你了。我都一直相信酱油啊，就跟你说最毒妇人心哦，你才最毒妇人心，好好说话。你已经待了三年了，因为你还活着，所以我就相信酱油了，对不对？因为我还活着啊。酱油都拿那个点，嗯，懂破我们的心。我觉得酱油想杀他，欸，可是他这时候一直跟别人走，杀谁啊？你一开始直接双刀就走人，对不对？双刀我就跳，但我觉得你如果还有下一场，你先杀我好了。我跟你讲，我是超级反指标，我现在是超级反指标。你跟谁？你不要跟谁跳。Molly 好像是好人，我陪 Molly 一起解任务好了。我要继续 take， 让 Bobo 继续死下去。哎 ，Bobo 你好神哦，你好坦哦，我坦真的。谢谢 Bobo 帮我们坦住了一件。
有对，谢谢我们有游戏玩。对啊，美人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再见，关麦，关麦。哎，又是酱油了，来的。阿弥陀，阿弥陀，亮亮罗，亮亮罗。我要死了吗？没有。抱团，抱团。马不安。我。诶。哎、欸，我动不了。谁？卢米拍桌子说：“迪苏死在反应堆那边。”反应堆那边。哎、欸，反应堆上面那个上部发动机、嗯。最左上。对，哦、最左上那边。然后附近没看到任何人。对不起，我 bug 了。你 bug 了？我画面对投票的画面票都没有跳出来。哦，跟我刚刚一样，小光一样啊。没有，我是整个还在做任务的画面。哦，那你可以动吗？我不能动。下一回合会回复。好好好好好。下一回合，不关我的事。哇，死两个哎！我刚刚跟那个 Bobo 还有小光，最后是酱油吗？最后酱油，最后是酱油。对，在电力室，我们四个人最后在电力室啊。我跟 Bobo 是。Bobo 最早把那电灯打开的，就关灯的时候他先开灯，然后我跟他在上面做任务。接下来是小光来，然后最后是酱油。对，酱油你是怎么来的？我是先在那个什么呀，餐厅那边走到那个什么呀急救室， uh-huh. 然后急救室以后再走到上部发动机。哦，你很喜欢那边呢、欸。然后接着他不是死，他是你说他死在哪啊？就是上部发动机。那个过程你有遇到谁吗？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才觉得酱油你没有在那边。过程有遇到谁吗？我是一开始就到那边，然后后面我又走到监控室，然后接着我要走过去电力室，上去的时候就拍了。那、啊、你过程都没看到 Lumi？ 对啊，所以酱油你是在上面吗？你是不是、啊、因为我是先去管理室再过去的哦、喔啊？你是不是狼啊？不，因为我看迪叔是原本是我跟迪叔在那个电力室那边汇合，然后他往上部发电机那边走。然后他接下来我解完电，然后在那边完成任务之后就死掉了，所以我现在会比较怀疑后来的，就是像酱油跟小光。哎、欸，可是小雨呢？小雨的位置在哪？小雨的位置。我刚刚在那个是哪里啊？我往右边走，我刚路上遇到繁星，最后应该是在储藏室吗？还是哪里？反正我在接电线。哦，领航室啦，我在领航室遇到你的、哦，所以繁星有看到小雨。有有有。哦，对对，就领航室，然后一路往下走嘛，然后我去储藏室接电线。哎、欸，可是我要说，我真的就是从餐厅，我现在餐厅，我餐厅有解了一下，我才往那边走。然后你说我没遇到人，可是我必须说我是没遇到人。可是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是反应堆跟监控室那时候，我是开着 tab 的。不是，你常常看不到人。你常常没有。我相信这样哦，死的是泽平。对，只是啊，臭狼，我投他了啦。我觉得是酱油哎、欸，可是为什么？哎、欸，不是啊，我觉得 Lumi 这样奇怪，他一直踩我，他没看到我，可是我也他一直踩你啊。因为你的路径很奇怪啊。你的路径，我也说啦，我的路径就是上部发动机在下来，然后你会，也许 Lumi 是在反应堆或监控室那边啊。投他了。可是我就是 Tab 没看到呀。也是投酱油，好了。嗯。可以跟法官说没关系，我帮泽平。我也想玩一小鱼，关麦关麦。好，拜拜。直接在这边呢，哇！巴拿乌南呐，嘿。
我要死了。哎、欸，小雨没杀我、欸。这ping太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哎、欸。小雨波波。小光怪怪多、哦，我拍的在哪里看到？那个防护室，因为刚刚不是 O2 事件吗？嗯，我就看到小光一直在那边站着不动。然后想说不对不对不对，那里吗？对，氧气又下去，右边 O2 那边。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不行不行，他应该不会，我就去帮他弄。弄完之后，他还在原地不动。然后就我接我的任务了嘛，配电任务。然后往下走，就看到小光又往下走，然后就看到一块白色的落在地上。所以小光都陪着你？没有陪着我，在配电。他先往下走，然后配完电往下走，看到落块在地上。我对，是我，对，是你。我卡 bug 了哦，我卡 bug 了，没事没事，没事。我是那时候是跟那个 Lumi 在管理室，然后那时候还有小雨，嗯，然后 Lumi 是往武器室那边走，然后因为我很担心小雨，我就一直远离他。小雨应该是往下走，所以按照那脚程，他也是有可能往下去防护罩刀了。然后走掉。你说你们离开管理室之后，对不对？我又回去管理室，因为我发现我还没刷卡。我接完电线又跑回去刷卡了，所以我一直都在管理室里面。啊，没有，就是我了。你不演啊？小光完全不演，不演就是他说 bug 了啦，他 bug 了，他说 bug 了，bug 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你要不要重开房吧？我重开一间，这房间好高哦。我本来想要再演久一点，可是我后来发现。大家都抱团了，怎么办呢？我也看不到人，没有啊，我没有，到百分百怀疑到你啊！我刚砍下去，砍完波波就啊，完蛋，我很担心会走过来，糟糕！我本来是想砍繁星，可是我会怕说，如果那个有氧气的吗？对，那边如果上面有人，我就完蛋。就 OK， 好，那你票一个吗？如果票你就结束的话，波波神预测哎，我不能票，我现在画面是我画面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按票的地方。你说波波怎样预测？波波没有，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在发电室，波波就说后来来到的小光酱油他都觉得很可疑啊。酱油又是你？是我啊，恭喜你，果然是你！天哪，反指标！之前跟你们玩三局，我一把杀手都没当过，我都是一次当回来了。你疯狂当杀手哎、欸！你是狂杀、欸，你知道刚刚我跟小雨玩，你知道我连跳近道都不会。我看小雨跳进去，我在那边看，哈，小雨怎么跳了？我要怎么跳近道啊？我就看到在那旁狂，不是，我想说，因为我前跟你们之前我全部都是好人，一场杀手都没有，我就心想，完了，怎么跳？小雨，哎、欸，我重开，我现在如果离开游戏，是不是会直接结束 啊？对对对对，然后我先离开一下，我再重开看看。嗯、我的ping好像爆破千。有点神奇，我刚才是不过这场酱油有刀我啊，不错。哎，我跟你讲，我这场就是放弃一切，就先刀你了。我看到酱油不见之后，就啊，糟了。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面解那个就是餐机上面那个任务，然后我就看到绿绿的人走过来，我说啊，应该就是他了，睡哦，然后我就死了。你去，我就知道我已经时候不早了。我说 OK， 最毒妇人心来喽。我跟你讲，接着你跟你讲，以后就是你了，你先，我不管怎样，我就先抓你。你是放弃游玩你？你就别想剪影片的吧。没关系、啊，小光跟那个酱油来的时机点也还好，没有到很慢呢。对，想说我们应该四个好人，结果没想到波波直接咬他们。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好人了，所以他们就是狼人啊！哦、原来是这样子，感觉像好人就是狼人，感觉是好人，是我今天就是坏人。你知道我那
时候要说，我真的没看到 Lumi， 是因为我真的是坏人。如果是好人的话，我就会觉得 Lumi 问题很大，因为我真的没看到 Lumi， 完全没有看到。你的路径就很奇怪、啊他也没看到你，对啊。对，可是我的路径真的就是那样，我都没有停过，可是我就是没看到你。你们确定你们在同一个世界吗？你们可以切一下分流吗？你们可以换到同一个分流吗？对啊，我真的是没有。如果你也是那样走，我真的都没看到你，因为我从来没停过，我是直接就走了。我刚刚都看到你，都没看到我哎、欸。第一把的时候，对啊，为什么我第一把没看到你啊？这个应该是你已经走掉了，然后他在往上、嗯、时间差，时间。我们不好意思，我可以提个议吗？就是看能不能换回亚洲，我这边好像都爆破千亿，是哎、欸，拼哎、欸，哦是哦，好，我都五六百起跳，亚洲。抱歉，抱歉，就是换第二个伺服器。Asia， 好 ，Asia。我太难了，我真的太难了。我怎么认得好人都是狼人呢？波波今天根本就雷打，然后还神坦。波波，你去跟波波说吧。我们想当缅怀他。嗯，没有，你看起来很开心，你看起来很开心，你看起来很开心。啊，怎么又死了？我女儿再来了，来位，好，先看波波，不要。哇！哎，你速度很快呢，太快了吧？你看到谁？不是，我刚刚看到那个，你知道我看到易善了吗？我看到三亿了，三亿是谁？三亿谁啊？他直接那个雷之呼吸出，然后就跑过去了。对啊，那你看谁？谁啊？小光，小光，小光，小光。我不是雷之呼吸啊，我怎么可能会是雷之呼吸？我是普通人啊。嗯，你普通哦，你所以你只是普通砍普通走。你是普通砍。我刚刚就看到，因为我明明就在那边射那个陨石，你们刚刚都看到对不对？然后你们都走下去了，然后后来小光过来，然后我就看到，然后就一个尸体了。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小光完全无力反驳，小光完全无力反驳。因为刚刚蜘蛛跟泽平的确是站在那边站满一段时间了，所以应该是在解那个庇护。我还马上直接切，我说哎、欸、什么东西哇雷之呼吸，然后我马上跳出来按。哎、欸，那时候看到迪叔在那里，我还想说迪叔你是好人吧，你应该好吧？哦，你是好的，我走了。对，然后就看到卢米在那里，然后就马上他就死了。刚刚那边是繁星、巧克力、卢米、酱油，然后泽平先往下，对啊，嗯，妹，我没往下，我还在那边射陨石啊。你们看，我看超久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对，我没有印象看到你，我主要是看迪叔。对，然后没有，因为刚好迪叔跟泽平重叠在一起。然后我刚经过而已，我什么事都没做，我就看到你经过就带走一个你雷之呼吸。没有，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就走下去，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跟你讲，跟法官讲吧啊。又来又同一句，好梗好梗，没有，我就走上来而已。小光，你思考时间太久了，你的反射弧太久了，你跟刚刚的杀人不一样。不一样，对。你没有啪，然后你刚刚完全没有反驳，怪怪的。没关系，小光，你可以跟典狱长沟通。你可以跟这个迪叔聊聊。重叠啦，我以为那边只有一个人。你知道，你看我刚刚怀疑是不是？是演片。你为什么没杀？泽平啦，没有，我看不到泽平。可是重点是我刚刚怎么也没怎么看到泽平的，我没印象哎。那是你重叠了，那是我跟他重叠，没错啦，我跟他重叠。现在怎么跟泽平尴尬？好，我跟他重叠，还想做坏事啊？跟你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好心累哦。他一定有按到白痴哦。
哎呦，小雨看到了，终于不是酱油当鬼了。酱油这次是好人了。小雨在哪里看到？在通讯室。通讯室往下。对，在通讯室往下那边。我这边看到的是那个巧克力跟 Bobo， 我们在修那个 O2， 所以我可以保他们。O2 一开始 O2 是管理室跟那个 O2 区。然后管理室是小雨去解的，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过去，然后看到小雨过去，我就往那里往上走。O2 区是泽平解的，对，是我解的。然后 O2 区 Bobo 跟泽平在那里，然后差不多就拍了，所以应该我们四个 OK。然后呢，刚刚我看到最后酱油好像是在配电视，然后酱油是在通讯室吧？哦，酱油在通讯室哦。对啊，因为刚刚是我跟你还有那个刚不是 O2 跳出来，我们就往上走了。好像酱油怎么没有动、回去看他还在弄东西啊，我想说我就上去了，上去了。就我刚刚有跟繁星一起走，但是繁星之后 O2 的任务分就我跟他分开了，然后我就遇到巧克力泽平，对啊，然后那个嘛，那你有没有看到 Lumi 吗？没有，我都一个人。 Lumi 我最后是看到在配电视、跟小雨，小雨他们两个最后来，那小雨先走了，所以我就觉得繁星比较可以，那就繁星比较可以啦，没看到繁星啊，当然、啊，过程中只有我跟波波看到而已、啊。可是繁星的时候，就是比较怀疑小光、那时候繁星也在啊，然后他就也没有多说些什么。可是我是觉得繁星他刚刚自己说酱油在哪里，他其实如果是狼的话，应该不会那么诚实吧？他应该不用帮波波补充吧？对啊，他不用帮我补充啊、而且他应该也会先刀我，毕竟我就是欠杀，对。对啊，因为刚刚我跟波波离得很近哎、欸。波波，你觉得繁星是好人吗？你如果觉得他是好人，那他就是坏人哦。已经觉得繁星是好人了，所以反过来了。我觉得他是好人，那完了，那完蛋了，那没办法了。我相信波波的反直觉。指标这样搞的吗？厉害的，这样搞的吗？我也评估第一天、第二天啊。嗯。哦、oh, ，对不起，繁星，我对不起。我必须解释一下刚刚的情况，我剧本已经写好了。那时候我只看到那个迪叔，他在那个什么领航室嘛，然后泽平是完完全全的重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泽平的气息哦。我想说那时候砍下去，其实大家都在下面，要往回走的几率不高。那我很快就到下面去，应该是比较不容易被怀疑。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玩玩一阵子之后，有人到那边绕一圈之后才发现他，那我就撇除嫌疑，结果砍下去，怎么有一个蓝色在那边？好了啦，好了啦，三一，好了啦，来不及了，三一好了啦，三一，没事啦。你为什么没杀到泽平？为什么没杀到泽平？没有，为什么让泽平盖住了？他被盖住了。我可能血鬼术用的比较好吧？跟他闭嘴吧。还是迪叔比较肥肥胖胖啊，迪叔。比较好吃，哎，迪叔，迪叔，谢谢你，好吧，我有把你抱走了，可是完美重叠，我好尴尬。那刚刚为什么我会讲慢？因为我一直在偷笑，我在冷笑。我就想说你的反应太慢，我没办法，我一直想笑，我又不能笑出来，好痛苦。太神了，太神了。我跟你讲，等一下我跟谁走在一起，那个人就是狼。哎、欸，好恐怖！你今天是怎么？你看我这边打哎、欸，你看是不是还好我问的那个问题？哎，换第三张，好啊，好，三张一次，太好笑了吧？反指标，超级猛的，笑死！为什么？那第一次，然后大家第一次拍桌就先问你了，好不好？是卢米，没有、啊。那卢米第一天我看他。那时候在解恩，我想到还不错。嗯，我觉得卢米跟小雨是坏人，然后结果他们真是好人。然后我开始想跟繁星一起走，结果繁星是坏人。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因为我刚没想杀你啊，一直没有想杀你。真的假的？想杀你多玩一点啊！在他的反指标能力太强了，赶快把他打。好好好，太危险，太危险。哦不！哎呀。酱油跟巧克力，耶、
看太空。看星星。滴对啦，哎呀，怎么了？那个我发现尸体躺在那个我们往那个哎，等一下，我这张图要怎么讲？波波，你觉得谁是好人？觉得我谁是好人吗？地图啊，有了，我看一下地图啊。那个我们刚刚在修那个氧气设备，然后刚不是有那个电断掉吗？然后就是在那条走道上，就是要往回走到那个电气设备那边，然后躺着一个酱油的尸体。嗯哦，我刚刚我可以保巧克力，因为他跟我往武器室这边走，然后我刚刚有看到小光这样，嗯，然后我最后还有看到那个 Bobo 在办公室那里，办公室外面那里，对，不是一路开门开过去啊，一路开门开过去。如果你要说这场，我觉得谁是好人哦？你是不是目前你是巧克力？巧克力跟泽平，我觉得是好人。哎，你是想要反转？着重观察。你这样发一张黄牌给他们哦，你要注意一下哦。好人真的，先等一下，不可能，不可能，再盘一下，再盘一下。我跟巧克力，我们两个在武器室这边哦，尸体是在电器设备这边的，我们不是闪电侠，不可能。所以我才说也在旁边哦。对，除非我们三个都是狼哦。哎，等一下，可是我们要是狼吗？我们要讲一个东西，他是真的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这把是真的是好人，好不好？我真的觉得你们是好人。OK， 指标数正常了。小雨跟露米嘞 ，reset 了是不是？那就是我可以保巧克力嘛，巧克力可以保 Bobo 嘛，然后那个小光发现尸体的嘛，那就剩下看个人的行踪。我都在右边，我在实验室那一条路。你有看到繁星吗？我有看到露米啦。一开始有看到繁星，后来就我去看星星了，往左边了。我去看星星了。哦，老妹你在哪里？你讲哦。我在转盘。那个左下角那个转盘哦，转油哦。所以那个小光，你有遇到他吗？哎、我只有看到你在转那个转盘啊。没有，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开完灯了、啊，大家一群人往下走。最开始吗？那个时候，对啊，然后后来上面修，我先走出去，然后先往通讯设备那边接完之后，然后我又回来转盘了。因为那时候我就没有看到，我是往上走吧，就是停电了。对啊，我是在下面、啊。哦，那我就没有看到。那应该照理说会遇到那个泽平跟巧克力吧？应该有、啊。嗯，我觉得你要乖乖的哦，你这样我要跟妈妈讲。是你们两个真的是狼啊！我补充一点哦，那个刚刚往 O2 室的时候，酱油、迪叔、泽平、巧克力都对哦，没有巧克力，没有巧克力，没有巧克力，那就泽平了。可是我看到巧克力跟泽平，那就泽平了。到底是泽平跟巧克力啊？你不要再相信那种，没有，不要要相信包包的直觉，相信我。我再讲一个外的，就是我们刚刚大家去跟法工说吧。小雨站在外面没有进去修，为什么？嗯，不想一大堆人都进去了，我就站在旁边、我相信反指标，我相信反指标，随便投一个。哎，好险啊！没有平的，平的，没事没事的。完了，可以多看看。黑的。
德平，繁星你在哪看到？我在那个跳岩浆的地方，有印象吗？办公室右边的右边一个岩浆湖啊，外面说按温度的那种。对对对对啊！我刚从头到，我宝你怎么死了？完了，我怎么死了？小雨，我只有看到是小雨跟波波走在一起，我想说，我刚看到他还活着呢。完了，等一下，我刚跟波波，只有我跟波波两个在发电视。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刚路过啊。对，所以你们是两个人跟波波。我进门，我进门，我看波波走上去上面那个火箭，然后往右边走，然后我就离开了。运输机吗？火箭那里？就实验室前面那边，实验室我不是有一个火箭吗？对、啊嗯，我这边是就是在办公室走下来之后，刚好停电嘛，然后我们在修那个门，然后我有跟Lumi在一起，然后走到那个武器室，走到武器室，然后目前那个时候应该都在那边，所以应该不是我跟Lumi会去杀那个，所以你们两个最后在那里。对，我们两个都最后在那个武器室。武器室，我也说我自己，我是关灯，然后我往控制室走，因为上一天我们都还没有，我都还没有解到标本室那里，我最后人是在标本室呢，就跟这个地图差不多。小雨，我觉得是小雨，不是，没有，我还有看到他哎、欸，没有，我真的不是你看到他没错，但是我看到你们走在一起的一瞬间，我就看到泽平了哎、欸。可是，在上一场繁星是好人啊。我上一场是好人，不，上一轮的时候，繁星那时候是好人，所以应该没有。我先讲一下，我他 Bobo 跟小雨汇合之后，看到任务在下面，我下再离开个两秒钟，我就看到泽平的尸体，所以很惊讶 Bobo 怎么死的，因为他是唯一能证明说我刚我们两个腻在一起的人，懂吗？嗯，对，小雨，投小雨，你为啥杀小雨吗？可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因为我那时候的确，哎呦呦，差点都投票吓死我，我那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是门一关，然后你就拍了，的确是你离开没多久，没错。我先可以先问一下 ，Lumi 小光，你们可以完全确定你们都是一直在一起的吗？因为我们的那个时间点其实很短，就是从办公室走下来，然后 Lumi 就已经在我旁边在开门，然后开完门之后，我们再开武器室的门，那一段时间有花了一段，就是有花一段时间。然后走下去之后 ，Lumi 是往那个左边去看那个荧幕的那个地方，我是修那条电线，然后我在往上走之后，过没多久马上就镜头就拍桌了，对，就拍桌了，嗯，所以我觉得那这样没办法，那我就只能觉得是繁星刀了，然后拍这样而已、啊，因为我也没办法讲波波那个、嗯，因为我的确就是看到他走进去火箭，我就离开了。繁星，哎、欸，是我投了。你还是他？到底谁？是巧克力啊！啊，是巧克力？怎么？是巧克力耶、欸！跳！我跟泽平大好人、啊。吓死我，白痴哦！喂，我拍的，我被你拍桌吓到了，白痴！你为什么？因为我想要一票一耶，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蛮可疑的。小雨、繁星，没有没有没有，最后就是看小光、露米，你们觉得到底是谁？你是不是想要让我们好人自己投出去？如果我是好人，如果我是好人，应该说，如果我是坏人，我干嘛要拍？啊，我是好人，所以才需要去盘啊。而且上一天的时候，之前就已经说了，就是感觉你我跟泽平是好人嘛，然后你那时候想要利用波波的反指标把我们两个都拱出去。那因为泽平已经死了，那你也更没有办法。那因为他很准啊，事实就证明不准啊。
那让其他人两个讲话，因为刚刚配电也是我一个人去配的啊。那个、啊，因为我可以证明，就是小光、露米你们两个人那时候的到底离开了多少？对啊，我们离开的时间点都是在那个左侧，然后案发的现场应该是在右上角的那个，对。然后我刚刚看了这一回合，然后还有各方面的这样的表现下来，我其实比较怀疑巧克力。我其实也比较我今天从一进来我就一直在等想要拍桌，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关灯所以我拍不了，然后我去修灯啦。解开灯的时候是我有看到是我跟前面是小光啊繁星开的。嗯，对，那我后来我还是觉得因为我怕你们被拐走，那我就赶快再回去拍桌。怎么办？我觉得刚刚因为繁星他刚刚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讨论的动作，我什么动作？他自己一个人去修灯，如果他今天是要杀人，他没有必要去把灯一个人独自把它完成修起来。所以我、啊、剩下我们这个人数，他修灯，就算他如果是好人被刀走，他也没事啊。那如果他是坏人，他更敢去修啊。嗯，那露米了，露米呢？露米，我觉得是巧克力啊，我觉得巧克力、欸、我跟繁星走啊。露米。我其他时间都跟小光走一起啊。对啊，我跟露米一直走在一起，我们紫色好朋友。第一天的那个尸体两具啊，我跟泽平都在一起，最后还有 Bobo， 他们两个都是被刀死的，而且都不是第一天死的哦。所以第一天他们两个都活着，那尸体又在我跟他们两个人之外的地方，那我怎么可能会是坏人？可能第一天两个尸体。跟完全跟我无关啊，反而是那时候他们比较可以啊。怎么办？还是有可能是小雨跟繁星双狼互咬，然后再抹黑我啊。可第二天你不是有看到泽平吗？第二天没什么看到，第二天我就去往那个啊，我一个人去标本室啊。标本室。对啊。可是这样就好像很难有人去证明你的位置、欸，就是变成一个人。所以我都拿第一天两具尸体的位置都不在我跟 Bobo 还有泽平这里。我跟波波泽平就是三个铁三角，被他骗了啦。被谁？不是我、啊。我们在杀繁星就好了。怎么在杀我啦？投他繁星，如果是的话，没事。是我们在杀繁星就好啦。结束了。你看，好危险，好危险哦！亏、我这么相信你，你直接把我杀在岩浆旁边，你这坏人。没有，因为这样子可以让繁星的繁指标破梗，然后就可以投。推他出去啊！我觉得应该没有讲好，讲那么好人互咬哎、欸，刚好露米又跟那个小光都贴得很近。对，那我想问一下，第一碗的那个酱油是尤伊沙啊，还是那个？我是沙迪叔，那我跟迪叔多衰嘛，我就跟他走一起，然后我想说，我不想跟你杀，我说小雨有看到，然后小雨就跑去把迪叔杀了。我想说，杀、人了吗？那我往上走去杀人了。我其实第一碗就在怀疑巧克力了，我们赶快走、哦。对啊，我是怀疑泽平跟巧克力啊。我一开始是怀疑泽平巧克力，因为刚刚说那个往下走的时候，刚好是那个酱油，因为 Bobo 反指标，所以才怀疑我们两个嘛。没有没有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利用泽平的死，然后验证我也是很清白的，然后这样子环境就很可疑啊。对，我们两个也都太靠在一起，这样我们两个太靠近，然后刚好那个繁星他太快了，他因为如果他是。狼的话没有必要关灯之后还要这么快把它修起来，自己去修灯。 对、啊、对，他应该是要把握机会赶快把人杀光。我可以守在那边杀人、啊、没有，繁星你这太快了。怎么太快了？一砍波波然后就啪。我是看到了，我看到泽平尸体哦。请进的，开门来，请进。我是看到泽平尸体哦，不是看到波波尸体哦。我知道你是看到泽平的，太刚好了。你那个好崩溃，我快笑死了。你破缸吗？你怎么死了？你怎么死了？慢一点，我唯一的精髓。再来，泽奇，泽奇。我该死了吧？
呼啊！有没有尸体？有没有尸体？有没有尸体？有没有尸体啊？喂，哇，三个，哦、太夸张了！我发现尸体的在那个标本室，我从标本室上面走过来发现的。然后我刚刚在解那个扫描解完之后往下走就看到了，啊中间我没有遇到人。我刚刚看到一具吗？还是啊？你只看到一具吗？还是对一具？我就是看到露米的。露米刚在死，他刚刚几秒前我还看到他跟迪叔走在一起而已，在哪里？你们在哪？我们在办公室右边，但是到控制室他就往下面走，然后我就往左边走了。然后那时候途中有看到那个酱油跟那个繁星也有来这附近，在那个控制室修东西。那你们之中谁往下走了？你有看到吗？我讲一下哦，我跟就是我们跑去办公室右边解个不知道什么，好像扫描的吧。然后跟酱油就往下走，然后去扫描卡片那个吗？对，然后就是喷一下之后，看到好像有人提前进去，因为门刚好关起来。然后跟酱油在里面再吹一下气之后出来，看到 Bobo， 然后 Bobo 好像晃了一下，然后才往上走，就看到露米的尸体才开桌。所以我会小踩 Bobo 吧。哦没有，就是我你在通道，你在通道那边晃来晃去，看到我跟酱油都往上走，然后才就是我要证明说我是好人，我在那边看到尸体，你们快来啊！嗯、对啊，那个真的噔噔噔噔要按两个手印的时候，你们右边是谁按的、啊？我是按左边的，右边是迪叔跟我还有那个露米三个，左边是 Bobo 按的，因为那时候我要按左边就发现他按的，对啊，对。因为我有看到巧克力，因为坏人也可以按啊，是没错，是没错、啊。他是按完之后，他是最后就是按完之后，然后一路解任务到标本室那里。对啊，就看你们过程有没有看到他，不对，你们都在下面。对啊，他们在、哦、我在那个开灯，最后不是有关灯，我秒开灯、因为我就想说我就待在那里，我要看有人用开灯验明自己的清白，我就开秒开灯给你们看。他先投谁啊？我投波波啊！啊，可是因为以你的做法，你不会在那边晃来晃，那你觉得谁是好人？你跟巧克力对不对？你是好人，你是好人对不对？巧克力能证明我的清白吗？所以巧克力是好人，我没有办法完全证明的、啊。那波波，你觉得你是好人吗？我不是好人，这样子可以吗？哦、那就是你啦、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坏人，因为我刚。你可以解完之后，我就看到巧克力看完之后，我就一路往右边走，走到那个 scan 嘛，就是身体扫描那边，我都从头都没有遇到人。然后你们说你们在左下，那代表一定还是有人会一定有人有分开吗？反正你们最后谁往下走啊？我跟酱油，我跟酱油，我投 Bobo 了啦。三四秒，好，投，一定得投一个。完好了，你们好人加油。一定要投啊！不投，不投没办法、啊。酱油走，哎，我们再走。有灯啊，有灯。
那就巧克力了哎、欸，还没有。哎、欸，我刚按输了。你，我刚刚，你是先行犯，你还想演？巧克力了吧？哦、因为从头到尾你都落单哎、欸，也不是说落单啊，就都没遇到你。反正第一次拍桌，你先说嘛。你在哪里看到？尸体在那个喷火那边。喷火。岩浆上面、哦、有一个任务。哎、嗯欸，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巧克力倒掉啊，然后刚好被我看到，然后就抢拍。OK 哦，反正我们两个辩论，反正到时候你们也可以把我们都票出去。就是我看到是迪叔，我是从办公室那边出来，因为我一直在反复看心电图，因为我怕还有两狼在。然后你们四个其实都走一起嘛。嗯，对。那如果我也看心电图都活着，如果有两狼在的话，其实你们早就应该都可以刀了，所以代表场上一定就只剩下一狼。对、嗯、然后最后我反复其实有去那个心电图看很多次，然后最后就是从那里出来，然后网上就看到酱油死了。那时候是上一个上面两个按手手的任务是我跟酱油和迪叔在按右上角的，对、嗯、然后我就是用完之后回去看心电图再回来就看到酱油死了，然后迪叔正想要钻地洞，然后我按输他。嗯，那边有地洞、啊、我就互猜看你们那边有一个地洞谁啊。我是觉得两位都蛮可疑的。该怎么形容、啊、嗯，第一天的时候迪叔的位置也是不明啊。那我有说我是秒开灯的那一个。我蛮常看到迪叔第一个跑到开灯的地方哎、欸。蛮常的、啊啊。你说什么迪叔常常就在八点、啊。紧急任务都有帮忙做、欸。对，这次这今天几乎都有。但是今天就是你们四个几乎都在一起啊，我反而都离开你们。嗯、我的状况是因为我已经把所有任务都解完了，所以我只能抱团。对，我只能抱团，因为我如果任务还没解完，我还是得去解。所以我是因为任务解完了，那这个时候很担心，如果是双狼的话，照理说刚刚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可是刀的这个部分看看这个状况，应该是真的这剩一狼了。然后我现在跟那个繁星比较不可能是杀手了，就确定。因为在那个时间点酱油死掉的时间点是那个巧克力跟那个迪叔都在嘛，基本上现在就是我们两个啦，你们要能够找出来。那我也说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我秒开灯，然后那时候我有说我跟 Bobo 在左上角，可是后来我没办法验证他的位置，因为那时候只在左上角看到他，他说最后在标本室，那其实有点远，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跟你们一起。那我有票他吗？有，好像也跟着票了。对，那我们看一下繁星怎么决定。我吗？
我觉得要不要先试试看？听刚刚迪叔的发言了，迪叔你坏人啊！我坏人？对啊，是妙，我投迪叔好了，我先投迪叔。你要做正常声音哦，我还很。如果不是迪叔，就巧克力太多，赶快太多，也只能我们两个。哎、欸，我很镇定哎、欸。结束啦！对，我觉得你有点小慌。结束了、啊。没有，因为我会觉得是迪叔，是因为第一个晚上他一直跟那个 Lumi 在一起，然后后来 Lumi 死了，所以我其实很怀疑的是那个迪叔杀的。那第二天我超怕票错波波，然后我一直在看心电图，想说赶快去拍看尸体，然后、欸、怎么都没有。第二个是谁啊？第二个狼是谁？就波波啊！就波波啊！你是好人，你觉得你是好人？哈哈哈哈哈！你那个是不得不拍吗？啊？你那个是一定得拍的吗？得拍，因为我就是看到繁星还有后面还有带人，不行，繁星后面还有带人，带我，带我，不行，而且我杀人已经 CD 过了，不行，第二天迪叔整个超棒哎、欸，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剩两个还是剩一个？我其实我在当鬼，我在做事。所以卢米是你杀的，然后你就回头看到我们这样子吗？对，没事。只是好，这边永远都客满，你知道吗？人超多。然后我一出来就看到那个酱油死在那，然后赶快按，就按输。太难了。波波直接不果断的、欸，直接跑过来 O2 这边杀我，酷哦、喔。对，杀的好啊，杀的好啊。你触犯到他的领域了，哦、然后你明明就在旁边，就马上去修那个把核电的，可惜、哦、太难了啦！哦，你们这两个小坏坏！哎、嗯，真的，我在第一次杀的时候，我超惊讶，我原本就在想说，应该就是巧克力了，就居然是皮肤。哦，迪叔，你还说你今天都是好人，人今天都是好人是我，我第一场坏人嘞、欸。他之前的确都是好啊，我还没当过坏人哦，我真的是铁好。这个你就要当坏人了。好好，我希望拜托，希望拜拜，希望我坏人。耶！ Yeah! 然后我看到聊天室啊，可是我是欢迎讨论，但是就是不要讨论过头。会让人家觉得说是爆雷，因为怎么讲，这样影响观众看的情绪啊。你们可以讨论，但是就是要讲过头嘛。啊，可能你真的哦很强啊，还是很厉害啊。但是今天你要跟一个人很熟，你才有办法去推论谁是杀手啊，谁是什么的啊。哎，不要让我的 mod 为难啊，因为他也是久久才能帮我管一次台的人啊。哎，必哦必哦，烤腰下死，我以为被杀了。哇，死两个！我以为 Bobo 你杀了我，刚吓到。没有啦，不是我啦。啊、看到我在那个电器设备旁边那一条直通道要往 O2 那边。电器设备在哪？看啊，就是开灯那边，就是降了你之前死的位置。哎、欸，对，哎、欸，没有错，一模一样。欸、你们要听我一个观察。啊，每次只要酱油说什么什么在哪，他就是狼。你们回顾一下。欸、我这把都跟小光混在一起。你们回顾一下。这次对我这次其实可以保那个、欸，我可以保酱油，因为刚酱油跟我还有那个小雨去那个。他往我们是从中间下去的，去那个修电、修电那个修电，然后后来我们修完之后，我是要往右边右上角走，然后那个酱油一直跟着我走，对，我就一直跟着他。然后那个小雨是跟我们分开了，然后往下走遇到那个尸体的。对，我是怀疑卢米了。卢米说话，我在氧气设备里面解任务，我一开始有遇到小雨。对啊，然后你就往下走了。在要那个关灯，我就一个人，对啊，我在那边解任务啊。灯一关，然后他直往下走，我去开灯。你为什么没帮？然后我开完灯再往下走，就看到。你为什么不想開？因为我看小雨跟着我一起走，我想说他会要杀我啊！我要杀你！我在门关一开门的时候，我就直接杀你了。说不定你在 CD 啊！我觉得卢米好狼哦，真的假的？酱油，你不要这样。那有人在
上面的部分吗？因为那时候我有在上面的时候看到迪叔过，我在实验室那边，然后往标本室，然后那时候迪叔就是过来看一下我，然后就跑掉了，感觉就是很害怕我。对，然后他是往实验室左转出去，然后我是往下走。Bobo 在哪里？我在会议室当玛利亚，我在扫地板，在擦玻璃。会议室没有会议室吧？办公室没有会议室，办公室啊，办公室那边。我刚刚从旁边有谁？我刚刚最后看到是繁星，繁星有最后拍桌的时候是有遇到 Bobo 了，然后以为他杀我吓到。没有，我刚刚在我这场就是当玛利亚，谁都不想去吵。那你觉得谁是好人？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不行。可是这局一定要投，现在还有两狼哦，而且已经死两个人了。啊，我自己会想投。小雨就位置比较特别啊，而且露米就比较狼一点。对，露米比较狼。露米。可是我一开始要杀就先杀小雨啦，干嘛要杀这？你搞不好你在 CD 啊？你搞不好在 CD 啊？在 CD 啊？原来是我在 CD 吗？对啊，搞不好是你的 CD。没有，一开始有 CD 啊，有 CD 时间啊。对啊，一开始时间还没到了。对啊，嗯、你。欸不管是谁杀哲平，干得好啊！你们结怨哦。当玛利亚，这场我当玛利亚。你怪怪的，你没有。咚咚，与世无争。哎呀，哭啊！哇！哦，这真的很爱桌上这里。嗯嗯嗯嗯。啊，呼！嘟隆！660。啊，不是要当玛利亚，不要进来啊！玛利亚，想走哪？玛利亚，哎，我、哦、又死两个了，哎、欸，十一个小雨，我看到的，在左下角 O 2下面那个惊叹号上面那里 ，O 2下面惊叹号上面，刚刚最后那个任务，手熟任务嘛，然后我卡在那里，因为那边有那个锁门，对。然后我要上去解的时候，你们已经解完了啊，我就下来，然后要解任务，就看到那个小雨尸体是在这里。小雨，看看你们的位置。
我跟繁星刚刚是走一起，然后手收任务之后分开，然后我按完之后小光有出现。嗯，对啊，我就是马手收任务是你们三个人，我跟 Bobo 另外一边繁星跟 Bobo， 因为刚刚解有点久，我想说繁星那边是不是出事，是不是 那一端是不是太久了，是不是有杀人，所以我就你抛下我，因为也卡到门了、哦、对，酱油太可爱，酱油从头到尾不想解任务了，就是黏在我旁边，他想要证明自己是铁好人。太可怕了，我不敢离开你。我那时候我在右上角看到你们两个，他就是整个完全不解任务的感觉。有啦，他就是、我要解啦，我快解完了。有啦，后面我看到他在解那个扫描的任务，那你就抛下我了。我要解任务。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在右边，左边其实完全没有去接触到。警犬宝宝，你觉得嘞？我宝宝，其实我刚刚就是我刚刚往上走啊。我目前是就是怀疑巧克力小光酱油了，可是刚刚小光有想来接，你都是除了繁星，除了我以外，是不是除了繁星以外都不咬？因为除了那个手手任务以外，宝宝还有谁跟宝宝走吗？没有，我是玛丽亚，我们是从右上实验、就是啊、没有，我们先是。右上实验室遇到嘛，我在扫描啊，你就看到我啦，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了。我就想去标本室解东西啊，啊你就跟着我走啦。哦，我们还在跳舞哎，有看我在跳舞？如果说我想，我刚刚他不是死在那个吗？惊叹号上面吗？其实那时候因为我有任务在那里，所以我就刚好走过去的时候，我刚好有看到巧克力往上走，就是走进去的瞬间，然后就拍桌这样。你怎么知道死在惊叹号上面？对，巧克力刚刚讲的、啊，刚讲啊，他不是说死下面而已吗？还是我刚听他说房间下面看到上 面哦，抱歉啊，然后我有看到巧克力进去的身影，巧克力，嗯，对啊，我拍走了，总除非他在那里，我就秒刀秒爆。反正现在酱油跟巧克力，可是酱油跟小光一起走，没有，我后面跟他有分开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对、啊、那个什么。那个叫那个两个要用按手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跟他分离了。可是我不可能射原因为第一场死两个，可是我跟小光一直走在一起、啊。感觉是剩一狼啦，也是可以再看。而且我是比较小怀疑波波。你们票谁啊？嗯，哇，因为我就觉得你很奇怪啊。目前这两个奇怪嘞，有没有结束呢？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两个走啊，你就不见了。听起来真的没有办法，很想投巧克力。其实，那个对啊，我明明就很好，他们才奇怪。我很好，加油！第一场说那个，哎，我有可能刀迪叔啊。Lumi 吗 ？Lumi， 对啊，是我。你说哪里狼了？其实我一早就死了，然后是我在最后看到酱油来，我就想说不对，酱油旁边一定有小光，赶快通报一下。有小光不在，有小光如果只有你，我就直接把你刀了。第一天杀很凶哎、欸，还好第一版也很死啊，让你以为我旁边有小光。对啊，小光是护身符在一起。我没有要跟他抱团，我只是想说，哎、欸，怎么一直黏着？糟糕，甩不开，甩不开。这完全不解任务。因为我看小光一开始就马上上去捡，我心里想，这一定是好人，跟着他，跟进的。对了，我觉得很可爱，我就跟观众说，甩不开。哦，这个酱油真的太可爱了，他一定不是狼。我们最后一场让狼人的 CD 是二十秒。好。走起。走狼。来啦，我就锁这边啦，我要当配电室守门员守护者。是哦，
守护者死掉了，那故意的啦，这样不是这样不用参与，不用参与讨论我就比较开心。参与太烧脑了，我会怕。是完忘记了，哦，这样拉下来。我们原始了，没错，现在才能看聊天室，不然你们一直什么剧透之类的，让我管理员也累。那不然就干脆，我就是早点数一数。嗯哼哼哼哼哼哼。我死太早了，他们没有发现。哎、欸，我在修灯这边发现繁星的尸体，然后波波跟我一起发现的。我跟泽平一起发现的。对。然后小雨，酱哎、欸，你要这样，酱油刚刚是在那个扫描那边过去的蒸汽室，再往下，所以酱油的尸体应该是靠右边，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他扫描过去蒸汽室下面，微微有那个，对，就是他这边不是就知道。那我跟。我就大怀疑小雨了啊，因为我在那里最后有看到小雨，小雨，我刚才是有看到小雨。那我那个在修灯那里，我看到小雨，没有没有，我是说我刚刚最后，因为我是关灯之后往那边走啊，我后面记得是有酱油，不知道跟谁，然后进去那个里面，因为我刚刚在接那边电线。我刚刚是看到那个啦，就是 Bobo 在那边按按钮嘛，就关灯之前，然后 Lumi 跟那个。酱油吧，他们是往下面走，然后我只有看到这样，然后关灯之后我就去修灯，然后修灯之后有一个人跟我走过来，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繁星打到那个修电那边，然后我一开灯之后看到 Bobo 在这边，那这边的话另外一个我们是没看到了，那边应该还有另外一只狼在左边这样子，那个狼应该走那个那边有一个下水道，哦、那边有下水道是不是？对，那边应该是有，那边有一个下水道。你们可以说一下，繁星是蛮早就死在修灯那里，因为那时候。关灯之前，我跟小光在心电图那里，就办公室右边、嗯，然后我就看到心电图，看到繁星死了。哦是哦、那应该跑，那应该就是跑走了啦，没有。刚关灯，对、嗯，然后我就那我可以保 Bobo， 我就按着想说要想要去找繁星的尸体，可是那时候酱油还没死，嗯、所以酱油是后来死的。那你们可以先盘踞一下右边呢、啊，我觉得右边应该比较明了。右边，我一开始跟那个啊，那个巧克力往那个就是修火箭的地方修完之后，我就往下面标本室走，然后绕到控制室之后。上来，然后就有还有看到巧克力，上来反而看到巧克力在控制室，然后就出现那个什么按那个那叫什么，是死人那个死人，嗯嗯嗯，我是那时候、啊、等一下小光你怪怪的，嗯哦怎么了吗？没有我没事我没有啊，那时候在那里的话那时候是关灯啊还没有通报啊，我觉得是这两个，我你最后是从办公室那里跑出去跑走了。可能是想修灯在哪里吧，最后位置在哪里、哦、没有去修电流机，哦对不起我看错，是那个我这边我拿滑鼠指一下，我去那个修完火箭之后走上来，然后我就开始下去那个消毒室，就是我看完那个什么望远镜之后往下走，一路都没有遇到人，然后走到标本室摆完标本之后往下走，走上控制室没看到人之后，我往那个对办公室绕过去，我到那个刷卡的地方有遇到巧克力，然后出来之后，有人看到那个吗？迪叔或卢明，因为时间快到了，没有，有我们在控制室，你们互保。我最后啦，我最后的位置在控制室，因为我是从实验室到标本室，再到控制室。不是我啊，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们人，我灯暗了之后我就一直卡在任务画面、欸、我是觉得波波很奇怪，他视野很广哎、欸。嗯，那行，下一轮可以再盘我，没关系。嗯你被谁干、啊、掉了？你我被迪叔，我是迪叔哎。那另一个是谁啊？另一个是谁？我不知道啊。另一个没做事哎、欸。对啊，可能一样在装好人。我是很早以前就在那个发电机那边等着，想说他们也会马上关灯任务之类的，我就可以秒开灯。结果错了，被干掉了。对，迪叔绕了进来、欸。可是很奇怪，我跟迪叔一走一起很久，他都没杀我哎、欸。那他 CD 啊？因为杀完我之后 CD 啊。嗯原来我想说他怎么都没杀我、啊，还以为就是他没杀我，才想说他是好人。我觉得这场是路明的底数。结果没想到，
其实我怀疑另一个是 Rumi。 我是有怀疑，我在想是小光吗？我怀疑 Rumi 是因为其实那，因为那个时候 Rumi 不是说在他们在控制室吗？嗯。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迪叔杀完我以后，那个马上刚好他们就通报了，所以迪叔不在控制室，所以我有点怀疑是 Rumi。我解完了。哦、我还没，我剩两个。我觉得迪叔跟露米吗？有可能哦。对啊，我在怀疑，大家看是不是？好了。我任务差一个，那解完了。你说干掉巧克力吗？没有没有没有。哦，我任务解完了，我要去重点观察他们。谁啊？要看谁？我去看露米好了，迪叔终于知道了。Rumi 在哪？在这。我在看他，我是看小光了、啊。看 Rumi 哦，没有这边安全。哦，死人了。Rumi 对不对？对。Rumi。哎、欸，抓到，抓到。两个，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讲了 ，Rumi 跟迪叔两狼。啊？那里我拍，哎、欸，是谁？上一天死的是谁？上一天死的是那个酱油跟繁星嘛？这里有两具尸体，泽平跟那个小光。我看是你跟 Rumi 右上角。好，那我们一起先把 Rumi, 我看是巧克力杀的耶。我们一起先把 Rumi 票，好不好？嗯。因为我刚刚先下来，然后就看到那边死的呢。小雨波，我先说，就是你们两个应该在左边嘛？我们两个在左边，对，我们两个在左边，所以右边是我们三个。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我是比较慢到的，然后过去的时候已经倒了一具，然后是 Rumi 跑出来。然后还有一个人活着，然后就被迪叔就把他刀了，我就赶快。所以他们两个是两狼两刀吗？对，两个尸体都在那里，两狼也在那里。嗯，那迪叔怀疑我跟 Rumi， 我怀疑迪叔 Rumi 交叉口啊 ，Rumi 先走。怎么这样子？明明就是巧克力。啊、等一下拍桌、啊，好吧，等一下巧克力。你觉得谁？我跟迪叔是不是？没有，我只有看到巧克力，我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大好，反正你们两个好，你就知道我们三个，把我们都弄掉就对了。啊，没事没事。白痴，我还看到开麦键技能。怎么样下来？怎么样下来？没有啊，露米没卖人啊。我按的，嘿、hey ，我按的，都还活着。左边是我用的，我右边我跟我用的，右边是我用的。嘿、hey ，反正我现在跟我跟小雨已经是好啊。对啊，对，你们两个battle一下吧。哎呀，没做的话就一定要battle，对，因为battle错的话，他刀就结束了。没错，李叔先说啊。我刚没、啊、我刚刚上一天说很多了啊，这个沉默，我说你先说啊，我上一天说很多啊，你可以说，没什么好说，就我两个 battle 啦、啊、那你要讲你为什么你是好人坏啊，就那一天就是 Rumi 跟巧克力在上面啊，就只有你们在左边啊，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可以更上一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不能按铃哎、欸，没有，刚刚那个紧急任务，哦哦，对，哦，在紧急任务之前，迪叔左移了一下，然后停住了一下，然后紧急任务开始。我这有点应该有看到吧、这个我觉得有点场外、欸，他可能那迪叔也有可能在等，也可能就是在移位置、啊。我是离比较远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离开我们视线范围了，对吧、啊？那、哦、我在下面。我想问你，为什么就只有我们都跑去右边？你总不会想说，就只有你一个人跑去左边？
啊，没有，我从左下角出来啊！啊，我刚刚离我最近的就是左边了、啊。那你怎么会直接跑过去？就好像是哦，好像知道没有？他一弄的时候，我才过去的。我是先在，所以我还可以看到迪叔那个停住，因为我是在办公室的左下角那个小缝缝可以看到迪叔的位置。对，因为我知道一定、我玩过啊，我知道一定他一定要用一个紧急任务啊，对啊。然后刚刚最后是右边我拍的嘛，如果我是狼人的话，那我们没必要去拍啊。你是因为已经有一个人，你懂吗？你们那时候是三个人，对，三个人。那我也要嘛，也是先把跟 Lumi 一起把敌，如果我跟 Lumi 是狼，现在一定只剩一狼了嘛，代表 Lumi 必为狼。那如果我跟 Lumi 是狼的话、那我刚刚直接就是票跟他合力把迪叔拱出去，我干嘛跟迪叔一起拱 Lumi 出去？没有，因为已经被发现，因为已经有第三个人了。啊，我有看到 Lumi 啊，已经有第三个人活着，所以那个一定是公益狼，所以肯定是公益狼啊。Lumi 他没有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确是狼。那刚刚冷静一下，我刚刚说的那时候我就直接拍迪叔跟 Lumi， 然后迪叔是说我跟 Lumi， 那我才说好，那迪叔我们一起把 Lumi 先弄走。嗯，你懂意思吗？如果我跟 Lumi 都是坏人的话，那我不需要这个样子。去跟迪叔同盟，然后把他就踩一个就好了，他不用踩。对，我就反过来啊，那 Lumi 我们一起把迪叔票出去。那如果我们把迪叔票出去，剩下我跟 Lumi 都是坏人，那我们不是就直接赢了吗？然后你觉得？我投降，对不对？好，输败没有融会贯通，真的啦，真的真的假的没关系。发言的话就是迪叔输了啦，你们真的啊？爸爸，我刚被你吓死哎、欸！爸爸，你又在提醒他的胡言乱语。爸爸，你没有，你才是个狼吧？爸爸，我好害怕、哦。爸爸，你才是狼吧？爸爸，你才是狼吧？我好害怕，好害怕。我没有看到巧克力，我想说巧克力先知哦，他直接跑过去哎。问号，怎么会直接？我当然是知道他们在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哦，刚看到那个双刀现场，好刺激哦！欸、对啊，那边真的很爽哎、欸，你们真的厉害、欸！我那时候想说，不会是哲平杀我吧？可是、哦、我跟哲平一起死掉，怎么可能？第一天的时候还怀疑的是那个小云，所以那时候想说，哎、欸，我刚好看到了，然后说怎么又刀一个？对啊，我以来的时机也太好了，太老实的，我以为是小雨的、欸，我猜他不是我，还好我解到一个我从来没解过的任务。那第一天那尸体在右边，然后那时候关灯，然后你也刚好都在我旁边，然后就感觉好像没有要走。我想说你为什么不去开灯？你好奇怪哦。而且Lumi第一天都没到啊。我以为那个要开着灯，结果他只要他可以离开再回去。因为我可以保 Bobo 啊，然后你又怀疑 Bobo， 我就觉得小雨，哎、欸，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天死在那边吗？不是啊，哎、欸、，Bobo 一开始把我踩死、欸，哎，我想我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那就是小雨。我说Bobo 你才是狼吧你？对啊，他是超狼哎、欸。那时候我也是想说Bobo。你保他了，波波已经好了，那他又怀疑小雨，我也看到小雨在那边、啊，就小雨，波波你才是狼吧？我的天哪，我怎么觉得好人的都是狼？你是不是雪狼？你自己说。想知道为什么第一天死在那边吗？为什么？因为我想当灯，我想当队，我想秒开灯，然后就看迪叔走进来戳了我就跑掉了。好坏！我就是我要当发电机守门员这样子，然后我就死掉。我看心电图，我想说，哎，白金死了，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好难哦，我好好气哦。哎、欸，他们那边如果没双刀的话，我真的不会怀疑到他们两个。真的，很猛。没有，因为都有一个反指标在。他觉得谁是狼，谁都是好人。有谁是好人？他最后也觉得你是狼。我就好人。我觉得 Bobo 本身就是个狼的存在。你是不是不能活太久啊？ Bobo 真的太强。Bobo 你不能活太久、欸。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大家拜拜。拜拜。好啦，今晚还是想休息、啊。哎、欸，明天确定不开啊，因为明天我不知道玩什么。对吧、啊？除非明天有人卖那个泰阿瑞亚、啊，让我开伺服器进去玩。哎，好啦，那今天晚到这边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啵啵啵啵啵啵，大家晚安，早点休息。